难道这是天意？是天要灭我大汉？傅大人，福安那是一般的罪人，他是要刺杀魏王的大罪人呀，百姓当然都恨死他了。为何如今天下兵荒马乱，生灵涂炭，奴婢不懂别的，只知道有饭吃有屋住就是天大的幸福了。在邺城这些都是魏王给的。我一直以为刺杀曹操是民心所向，是正义之举，也是我和穆顺的唯一出路。